迎收看《中华武术》。在离西安北郊40岁的老汉叫刘存和，他可是洪拳，至今还能够舞动大枪与人交手切磋。论起闪击拳来，有脚，脚随便找，脚可以刷去。湾孕育了无数英杰好汉。西安西郊近百里的兴平县，当地有个习武的，不仅因刘老汉几十年来严功习武不断，84岁的生拳的正宗传人，会不少洪拳的取笑的武术教练。家是什么地方？家今年练的就是个68年的，而且我养老我不知道在练拳，打住了。拿前把断脚的夹皮打你当年蹲马步一次蹲多长时间？也没表演，咋的拉？咋的拉？拉的拉，点的拉。他意思，要不然你再不好好练，弄个人放到你脖子上。我说二伯当年就小，不敢不敢。神采飞扬，一下子年轻几十岁。我耳朵红，就是陕西观众爱看，这个都看他练起六合大。这可是当地洪拳兵器套路公子，却把枪的拦拿扎腰法身法步法这个配合性动拳扑棍扭翻毛窜你扑棍你扑棍和扭翻啊，够的谁打的旋一下搭手在武术中是二人实战对练的刘老汉的功底，以80多岁的人仍然能快手快捷，当年习武带给他的青春活力。不练一场打入现在样，这次看不来，不要说我进去。对。刘老汉的家就在他多年任过教练的乐观透明之下，仿佛只要有武术陪伴，他安平中享受着习武的快乐。在喧嚣的城。啊，你这个都给狗人了。他是说那动作要紧的，也有也有，这个会要头盔，好嘞，好。还有什么？还有我记得不讲文明，就这是这都练两脚掌去，脚子踩钢的手。但刘从和早已过80岁了，他却不老，甚至要比许多。对了，他那还舍得下功夫苦练。带着你对他的爱去练，这就是刘存。每周一场的2005年交王争霸赛正在。